好了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 7.3 的新坐骑法力摇。演示坐骑呢是暗包法力摇，其他各种各样的法力摇还有柔光的、活跃的、荧光的、斜光的，所有法力摇呢都是掉落坐骑，在斜斑鱼卵身上掉落。那这个开坐骑的方法呢，我也是没有打到过，我对这种中立掉落的坐骑呢从来只打到过一只，那就是凯尔萨斯的凤凰。那这只法力摇呢是一个纯飞行坐骑啊，当然了，如果你看到它还能跑的话，那就是用肚子跑路的了。那它的模型呢跟血精灵的龙鹰是类似的，所以飞起来呢有一种非常平稳的感觉。相关的信息呢已经在国服的坐骑板块已经有了，搜索法力摇就可以看到那五种坐骑的相关成就。肝硬化晚期的患者竟然都已经拿到了，真是奇迹啊。好了，那这个坐骑呢是 7.3 的新坐骑，在 7.3 新区域呢暂时还不能飞，所以这个坐骑呢估计等到能飞的时候就非常受欢迎了。好了，那先到这里结束，我们下一次再见，拜拜。